出到翻台灣啦，咁啊喺台上面見到下面啊，有好多真係唔知道，有多台灣人，有多台灣人啦，有多客啦，咁又啊喺嗰個時候真係有我哋因為去完台灣之後咧，有寫一份網址，即係我哋新加坡有寫一網址，咁啊喺嗰個時候突然之間即係會諗翻起我哋而家，即係你哋同我哋其實唔知一種好微妙嘅關係，本來我哋係應該係兩個世界嘅，但係正正音樂真真正正去連結我哋。咁啊，當然咧，搖滾咧當然要翻去飲碗湯，好似頭先咁啦。咁又飲完碗湯，同你講聲呢首新歌是你令我再次找到心跳。Thank you.